Thank mm -hmm. you.

对吗？还是你们对运动没有一些兴趣？说，哦，马来西亚是讲六点二十分打、啊、可是现在都还没有到，现在是女双在打着。 早上的男双有看没有？哎，我们是男双，有希望，有希望，希望他明天可以赢中国啊，就一面，至少一面铜牌、银牌跟金牌啊！希望金牌，我们可以放假，几 <laughs> 坏啊！我们我们支持人家哦，是为了一个放要放假，拿到金牌可以放假，多坏啊！我们。 那个 James j o n s e n 呢？我有东西要跟你们商量。上个星期四我是不是突然啊、uh, c a n c e r class 哦，因为我我有一点东西很急要做了，我怕来不及，所、so, 以我 c a n c e r class，然后需要补回去，什么样？呃，下我会在下个星期五，也就是六诶，六、哎、月不是，呃、uh, 八月六号，八月六号。 呃，三点，四点二十分到五点半。哎、欸，嗯，哎、欸，四点二十分到五点半，挺好的啊，全身进来，怎么全身下沉？ 嗨，杰 n 听好一下啊，拿拿那个做下笔记啊，记录一下。下个星期五，也就是八月六号下午的四点二十分到五点半，我们有补课。就是上个星期四我们没有上到，我没有上到的那一堂课啊，所、so, 以我都会要做补课啊。 呀、啊，记起来，就是四点二十分开始到五点半。From Five 的是三点开始，他们三点到四点十分，然后你们是四点二十分到五点半。几答？六八八，然后四点二十 PM。 到六点三十 PM。好，t 好，我们来看我们今天要上的东西。两个星期没有上了大家还有印象我们上些什么东西吗？还有印象吗？今天呢，我们去看的是关于。 这个啦。Kesan-kesan, atau kesan kepada perniagaan akibat kegagalan mencapai matlamat objektif, iaitu di sini. Di sini. Eh, eh, bukan, bukan. Di sini. Di Sorry. Nota di sini. Kesan kepada perniagaan akibat kegagalan mencapai matlamat dan objektif. Okay. eh. 所以这个判呢，我们是讲，如果一个公司呢，他们没有没有达到他们所设下的目标，会带来一些什么的，呃，我们讲一些后果啊。所以第一个后果呢，我们看一下，不巴汉达兰这个我们的公司的 objective 还有 m a t l a m a 所以什么东西会影响到我们的啊公司达到我们的目标呢？objective 跟 matlamat 呢？也就是。 整个公司的那个布斯吉达兰，整个环境，不管是内在或者是外在啊，就是我刚讲的，不管是法多达拉曼跟法多瓦兰这两个因素，哎，法多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本尼亚达安达到目标啦。哎，说这两个法多呢，它是什么呢？它其实都是一个安加曼跟哈兰安。安加曼都是什么吗？安加曼就是威胁。 那你们可以写上去啊，如果不懂的话啊，它是一个威胁或者是一个阻碍啦。那我看我还是写给你们比较好啦，嗯，看我写到没有啊？威胁啊，跟一些我们讲哈兰、啊，刚刚我是什么阻碍？哎，阻碍。kepada p e n j a h m l m a t a o i f n e g a 是不是？这些法度他们。 呃，知道吗？法多达拉曼是关于什么？法多达拉曼就关于是像我们的法多格王安呢，还有法多苏博马努西，这是两个很重要的这个啊、呃、因素。跟法多拉兰可能是呃动荡动荡啊，呃，economy 啊这些因素啦啊很多。然后第三，可达成本年个案，门差派马特拉曼当 objective 二啦，我们有这几个啦。你看这个人呢、啊，他样子啊。 s 就是因为啊公司达不到这个老板啊，达不到这个 objective，可能会带来的个三，第一个就是 draw d o n m o 对不对？是第一个了咯。你你公司通常我们的公司的目标通常就是什么啊？我们达不个多概念 maximum 嘛？我们没有达到这个啊这个 m a x a m a 的，就代表说我们的销售怎样呢？morosa 就是衰退。 哎，我们的盈利啦，销不是盈利啊，盈利是股东干。跟、okay, draw 呢是我们的销售呢就衰转，啊衰退了。哎、okay,，然后第二个的格三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呃猛跟棒干我们的本业干，就是没有办法去扩大啦。猛跟棒懂啊，猛跟棒哎，这些字应该要懂哈，就是扩大，哎，扩大或者是发展我们的本业干，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抓那么多，算，你的你没有跟股东干了吗？ 所以你就没有这个钱去去可能去开桥晚安呐，或者是可能是买更好的一些、嗯、啊啊一些巴阿拉蛋啊，这些咯。哦，另外一个是呢，它其实很有有牵年的。为什么还讲这个 cost m a j o r i a l m a t e r i a m erosion 哦？其实它会影响到整个公司的运作。可以，当你的 cost 你的 m a t e r i a m e r o s i o 你就没有钱吗？没有钱的话就没有办法买跟帮本两个案哦。当你没有钱的话，你就怎样呢？ 你也没有办法去还你的公司的开销，啊，开销一些 cost 啦，哎，没有能力去还这些开销。给、okay,，当你自己没有能力还开销啦，然后你没有办法扩大的时候，跟你的竞争者来比较的话呢，你讲呢高高的那不是你就是没有办法去竞争，OK，没有竞争能力啦。 已经没有竞争能力了，然后加上呢，没有竞争能力啦，你又给你的那些债主啊啊，一直去追债嘛，你没有办法还那个钱嘛，所、so, 以你久而久之呢，你的 image 啊，哎，你的公司的那个啊那个什么 image 我叫什么叫 i m a g 啊？image 就是你的名誉啊，哎，你公司的名誉呢也会受到受到影响哦，说呃，没有人敢再相信你啦。

你可懂案的话，你才可以继续运作吗？继续生存吗？所以销售是一个最基本让你公司继续存在在生存在这个市啊市场上的一个最最最基本的这个我们讲啊那个小人啦条件。So k e g a g a l a m e n c a p a m a k l m a n objektif p e r n a g a a n boleh m e n y e a 什么呢？ 赚那么多，说那你没有办法达到 objective 吗？说、so, 这样子的话，会导致到你的赚呢一直下下滑，一直下滑，一每一个月比每一个月差。说 how ini 会将呢，mengakibat 你的 keuntungan berkurangan，赚呢 erosion，keuntungan erosion，这是很，这是他的他的逻辑啦啊。说、so, kesan，kesan 是什么？kepentingan pihak 不啊，kepentingan pihak，kepentingan organisasi turut berjasa。 pihak berkepentingan, ini juga, tak you know, ada, Pihak berkepentingan ada you dong know? Okay, pihak berkepentingan. Termasuk orang yang berkepentingan. Termasuk orang yang berkepentingan. Termasuk berkepentingan. Termasuk orang Termasuk orang yang berkepentingan. 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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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动啊，是不是 m e r o s o 所、so, 以这个时候你，你的你的你的本本高也会受到影响吗？他们，你没有钱还他们吗？没有钱还还你的这个啊、呃、批发商吗？或者是那个银行，你没有钱还银行吗？说、so, 他们也会受到影响。OK，所以是第二个 j u r a n m o r o s o t 然后接下来呢，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什么 t i d a m u m b a y a r cost 本两港元啦，没有办法还你的这个开销啦。OK，这个 cost 本呢，它就它有讲到说，很基本的就说到这个、cost 包括什么，有这两种啦，the dub 还有 cost 本五八咯。OK，cost t h dub 是什么东西？cost 养低到你崩啊 r o o k i e 啊，这边有跟你解释什么是 cost t h dub 和 cost 本五八，这个这两个最基本的懂 cost 啊，你们一定要懂它的 definacy 啊，它们的意思这两个。说 cost t h dub 是什么？cost

诶，k、okay, 到这个生产，呃，生产变动啊，我们讲的影响。OK，然后你看到、啊、为什么讲它不受到生产变动影响呢？第一，你看，per unit cost，也就是说这个 cost 的啊，固定开销呢，它是必须要承担。虽然讲我们是没有任何的崩，e r unit output，per unit cost。 对啊，本来原来熬不，也就是不管了，因为有讲到吗？它不受到生产的变动的，而而而影响。所以我生产的变动就是可能我没有生产呐、啊，我没有生产，我的 cost 道要还吗？一样要还。所、so, 以这个 cost 是什么东西来的呢？包括了我们的谁挖板苦难，我们的我们的租金。哎，租金，你的如果你是那个那个屋主的话，我管不管你有没有生产，你是不是要每个月给我定期的那个那个物租金是不是？ 就、so, 他不会受到这个生产的影响，你的数数你那 m c i n e 啦，就是你的那个你的那个 machine 的价值，那也不会影响。ga ji bai g j a o 有没有生产，你就是要给工钱，还有 insurance 你的这个啊、呃、那个保险啊，哎，所以这个总多很重要哈，这边这个总多 please。 要记起来，因为有时题目我跟你讲算的题目啊，它不会跟你讲什么是 cost 的 up，什么是 cost 的五八，ab, 所以你要懂得分辨啊。所以这个众多众多，你要把它记起来。OK，这是 cost 的 up 啊。然后另一方面，我们讲 cost 的五八都跟你讲到五八了吗？是不是？所以这 cost 的五八会受到什么影响？它会受到这个生产影响，生产变动影响。我要考 B 一下。 Copy and paste，嗯，就是这样。好，会受到生产变动影响。哎，第 n 啊，罗希，我的布乌巴喊崩啊，罗兰的 output，一个会，一个不会。OK，然后它的好处是什么？不讲好处了，它的区别就是在你没有生产的话，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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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吗？这个 cost 不用吗？因为我们我们之前我们算那个嗯，迪 a 布朗阿摩的 cost 布乌巴就是我生产一个。 物品的费用嘛，所以这个 cost 五八是当你有生产的时候，你才有的 cost。所以你没有生产，你就不用没有这个 cost 咯。给总多把他们大 cost 把他们大，把他们大，你的是你的原料的价钱呢、啊？啊，你的消费呢？五八可接就是你那个你请员工啊去做工啊。但是五八可接你不要弄错啊。五八跟开支不可接很大分别。五八不可接呢，就是你请他去生产啊。我们这样子来来区别啦，怕你们弄错。 无法不隔间呢，就是你请那个人去进行那个生产的那个整个 process 啊，无法隔间哎，你有生产你还请他做吗？没有生产就不用了。OK，然后本来就要诵，送的一些直接性的，像你的啊、呃、运输费啊，你去买这个把他们搭的费用啊。 还有 comm ission, ja, commission j 入账，commission 就是说你你你你生产了过后哦，你是不是有一些像 agent agent 啊，帮你去卖这些产品嘛？所以他们买，他们帮你卖产品，所候，你是不是要给他们一些 commission？commission comm 我们叫什么啊？commission 呃，华语叫，我突然想不起来 commission 叫什么、啊，你们懂吗、啊？呃，像抽佣啊，是不是？ 对不对？像我哈，我我卖一样东西，那个价可是一百块，然后我卖有是不是我可以抽啊五十八线的 commission，也就是十块钱啊，就是这样呢。我们要给这 commission 给 j u l i o 吗？也就是说他帮我卖呀，卖到的话才有那个 commission 抽了，所以这个 commission 也是按照在这个 c o s t a b e 里面的，要算进去，right？OK，那我们来看一下哈。 这个cost呃 uh, gagal membayar,或者是 tidak mampu membayar这个peniaga,cost peniaga akan时候呢, so organisasi yang gagal menjalankan pembayaran. Okay, dan whole that objective nak mungkin tidak mampu membayar cost, mungkinlah macam mungkin, lah, mungkin mungkin, uh 而不是100%的。誒,可能會影響到。akan okay so, membantu operasi perniagaan, membantu uh, 蛮、哦、多华语字嘛，哎呀，一些华语字啊，真的是，呃，我要找一下，给我让我找一找嘛，班顿，这字，在怀疑。我明白这埋文啊，可是我不懂他讲讲讲怀疑出来给你们班顿，啊，班班顿跟门就驾驶是一样的，阻也是这样啦，阻碍啦，或者是干扰，我们讲干扰啦，诶，干扰。 你干扰这个整个 operation 呢你整个商业的 opera c 了然后最严重的最严重严重的那个后果就是它会蒙娜拉密克鲁格鲁迪安损失啊因为你没有那个钱去 cover 掉你的 cost 吗因为损失很重喽

刚刚在讲不散营案呢，我们就讲了，我们的大，就会看我们的大业散营啊，ain, 我们的竞争能力。OK，其实竞争能力呢，呃，它跟那个啊、呃、，Jordan m e 抓烂毛索哎，也是很大的抓烂啊，抓烂啊。其实这两个呢，它是很重要的，j 抓烂还有大业散营，大业散营就是我们的竞争能力啦，竞争能力可能讲它它是属于这个。 这个条件呢，你继续运作的。如果你的没有竞争能力，你将跟你的竞争者比较，是不是？你没有一两个月你就找到我了，你的竞争能力吗？所以，gagalan mencapai matlamat 还有 objective 呢，也是会导致到你的 gagal mencap gagal dalam bersaing，哎，okay? 没有办法达到 gagal bersaing。然后，后印尼阿卡门增加什么呢？pengawasan syarikat yang sedia ada，对不对？ 所以大叶沙 n 啊，在这边哦，一定会跟有一样东西连接在一起的，就是设把沙然，来，阿婆伊是设把沙然，知道不 aran, 到达、呃 ensen, 啊？啊，Johnson，啊，阿婆伊是设把沙然，啊，bagi tahu saya apa itu share p a s a r a 次我讲不了，哎、啊，你们是要告诉我一下吗？啊，我们互动一下，我一个人讲完、哦，我喉咙很痛的一直讲话一直讲不好，一直听听,听哦，以睡着，再讲一讲来。 杰森，什么是薛宝钗来的？杰森，哎、欸，那你可以不知道。来这边，徐徐然懂？有声男、啊、还是骗人？喝奶茶，哪一位有有谁知道？记不到了。 啊，市场上的股份，yes，什么是市场上的股份？哎，你你懂得市场上的股份什么来着？解释给人生知道一下什么是市场上的股份。哎，你们其实可以直接开始 speak e r 嘛，不用害羞。那 speak e r 自己讲不好啊，为什么打用？嗯，人生，他派你讲哦，这个社保小二呢、啊，就是我们市场上的股份啊，你跟你明白吗？什么是市场市场上的股份？ 哎，这很重要啊！社保缴纳呢，你到服务法水是有啊，学到啊。所以要知道，社保缴纳很重要，真的很重要。这社保缴纳，它会影响到你的客户档案的，嗯还有还会影响到你的职业生涯也是，你的晋升能力。OK，哇，我再给你们讲了，哎呀，嗯，讲讲嘛的，有甚懂啊，有甚，嗯，天津那边，社保缴纳。 哎，其实社保转让，你就是看我之前我不是拿个 example 吗？好像我们我们呃我们我们我们四个人啊，OK，我们都是卖鞋子的，OK，我们如果讲是社保转让市场股股份，我在这市场上的股份呢，我占据了四十八千，然后剩下的是多少块钱？剩下六十八千，像九生二十八千 p e n 二十八千，Jensen 你二十八千，所以在这边呢，我的社保转让选生最多。 我最多吗？我四十八千吗？所以证明说我掌控整个市场上的顾客有四十八千，我的 share b a s h a r a n 也就是说，当我的竞争能力强的时候啊，我拥有的顾客，K、okay, 的人数也比较多。也就是说，我的 share b a s h a r n 我市场上的股份越大，市场上的越大的话呢，你的 d r a n 会高吗？ 缴量会大，会会很多咯。那你跟文东安会多吗？跟文东安也多。如果我们来做比较的话，我们四个人，谁能赚最多钱？当然是我咯。啊，其他人就是你们三个人一样嘛，因为你们全部是二十八千嘛。啊，所、so, 以在这个你你呆要啥银行，你没有这竞争能力呢，它也会间接的影响到你的本万三安社保缴人？为什么我我肯为什么我们讲我四十八千，你们才二十八千的可能？ 可能我的竞争能，我的竞争的那个能力比比你们强，我比你们更多的那个强项，所以导致到我市场能力市场上的股份比较多咯。OK，然后 c e s a n a permintaan dan j u l a barang atau penghematan akan menurunah，是不是？你看到它的它的那个它的那个连接吗？Dia saing 变低，然后你的市场的股份变低，当你市场上的股份变低的时候，我们就会来到这边的 c e s a n y a 你的 j u a l b a r n 或者是你的 p e r h m n 也会 m 你的销售就会降降低了，因为你市场上的股份变少了吗？你的那个顾客变少了吗？然，最终的影响也还是回到我们的共同案，会 m e n u r u 好，所以你看到啊，先生，你把啊什么是市场啊那个 share 啊，你占据。 整个我们的市场叫卖鞋子的市场的多少八千？啊，那个就是市场股份。Sure, boss, a a 对 j e OK? 你不懂还可以继续问的嘛，因为是补习嘛，要问到会为止，是吧？不要不会不要不要问啊，一定要问的、啊。OK, i l o go. 搞到发汗吧，哥是，会了就要把它记起来，因为我讲多次了来不及。得。OK，然后或什么，这样，呃，image the j u s t 这样子。哎、呃、呀，呃，看一个东西一啊，嗯 上 o k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 image 啊，我们讲到我们的，哎呦，我快不讲 image 是什么啊？我们的我们的名誉是不是啊？image image 会受到影响，为什么？你看 image 本 e 干，n y a g 对不对？你做生意啊，最最最最最担心的，就是你的公司的名誉受到影响，对不对？我们最怕的，像我们有一些公司啊，像你在 Facebook 啊，你唱出一个公司一一间 restaurant 哦，你看啊，第二天啊，restaurant 哦，他的那个那个 business 变得很差的，或者是呃，如果那个那个有人 post Facebook、啊、讲哇，那间店啊很好吃啊，东西卖很好啊，你发 Facebook、啊。 哇！全部人都去涌涌过去去买，它 image 增加了嘛？所以 image 对一个公司来讲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来去确保它可以这样。客家或者是门家明可以讲雅安呐、啊？他的 image 门家明可以讲雅安，给、okay, 侬看上面他讲什么？他说：，嗯。 Okay, organisasi o g a, a n i、like、s a s i yang gagal mencapai matlamat boleh menyebab image p e n y e i a a n t e r j e j a right? So akan m e n u r a n g a n k e p e r h a y a a n pihak kepentingan kepada organisasi. So 最最最最最终的影响是什么呢？当你没有达到目标，没有达到目标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呃 image。哎呀，每次哦，这个公司还是失败的啊，什么目的啊，什么目标都达不到了，这是达不到，一直达不到的。所以久而久之呢？ 它会影响到谁？影响到这些 B 哈不跟本丁安对你的公司的信心，或者信任，他会盲目让干可不起来啊！比哈不跟本丁安，巴得你的我敢你相信？哎，他觉得哎呦这公司呢，一直一直亏钱，一直亏钱。改天呢，我的货卖给他，我不要让他欠钱了。我怕哦，担心有一天哦，他跑路，我不是残。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呢啊，它会影响对。 公司对你的那个，呃、哎，不是公司，这些比较不可不定啊，对你的信心。OK，然后啊，第八呢，organisation m u n k i n k h i l a n g a n s o o n a n 或者是隔绝什么的比较比较不可不啊，所以它最最最坏的我们的影响就是，我不，我不要，我不要跟你合作了啊，我不要上报你，我不要给你，我不要提供这个物货物给你了，或者是我不要跟你合作了嘛，啊，这是它最终的那个隔山啊，哎，隔 h i l a g a

最后一个隔三点就是呃这公司呢没有办法去、嗯、跟邦们讲呢说、so, 他讲嘛不、嗯、跟邦啊本年我不要说玻璃加班马拉绿多加热不跟邦我讲扩大嘛扩大公司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两种方式讲扩大第一个就我们不杀我们的 size 讲是这样的 ok 把我们的规模把它变大了、okay? 或者是像我们本来我一一间店的，我把隔壁店一起买下来，我把它打通变大了。哎、okay,，它的那个规模啦，然后我们讲规模大，这个、规模不是关于，不是不是讲它的那个分行，知道没有？它的店多么的大，它的规模。你像你看那个呃啊，Tesco 还规模大吗？比起一个各家各代软件，它的三十本来根是不是很大很大很大嘛？是不是？然后。

可依难，比合不个不定啊！你看到吗？来来去去，他的歌声都是这样，比合不个不定啊的。本着 just 可依难，比合不个不定啊的，对、哎。So, 哈达可，能，哦干，诶，哦，干，是啊，所以这些比合不个不定啊，他就开始会啊，质疑你的公司的能力啊，质疑你的公司能力，只是可以只是在维持这种你的原本的 size 啊，你做了几十年呢？都不都不会。 都不会发展的，不会会本更棒的。哎，你是不是没有能力？哎，是不是没有钱？或者是他会呃质疑你的巴塞 l a 是的？你的 s i z e 跟你的巴塞 l a 是的啦？你说这个啊，他跟雅金那受到影响呢，对很影响会很大的。像你没有办法跟到银行借钱啊，这个本高呢，他们不不不再给你赊账啊，不给你 discount 啊，这些很多。啊，所以带来的种种的因素是很大的、啊、影响。 好的，All right，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练习啊，然后我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就喉咙有点痛了。来，我们看我们的拉丁汉，哎，我们拉丁汉我们只是做到哪里啊？二十吧，哈，是吗？嗯。 OK 啊，我看一下哈，我给你们点时间做二十亿，到个三个了，给给一个三，二十一到。 OK，二十一到二十五。哎，一什么什么，三点七是法度吗三点七还没有到吗？是不是？我们还在在三点六哦对，没关系，我们先做二十一到二十五先。哎，太小了吧？哎，我们可以开这个发出来看看啊。<coughs> siap ke belum 啊，人生，你要回到第二十一题啊。

哎，好了、欸、你们，杰森，好了吗？好、啊、了，佩恩好了，杰森杰森呢？ Oh, Chanson, oh, Okay, very good. Let me see. Okay, apa maksud pasaran bagus? Ha, Ah,你终于明白了啊，也就是peratusan ha. penguasaan jumlah pengguna, ah ha, jumlah pengguna memberi barang sebuah penegakan bagus. Nai, oh sure. Eh, bagaimana? Excuse, bagaimana kan? Bagaimana kas

除了在我们蒙阿瓦鲁我们的我们的哈哥之前呢，或是我们努伦干哈哥之前呢，你可以做的就是蒙阿瓦鲁我们的 costs，阿罗丹。这个很重要。当你的 costs 阿罗丹低的时候，你才有能力去蒙阿瓦你的哈哥主要蛋。OK，因为这个哈，如果你们努伦干你哈哥主要蛋的，它是它不是一个我们讲呃长期的一个计划。 你可以，你可以把那个价格调低到几十，对不对？你是在亏本哦，然、no, 后再加上你的 cost 本，来后又这么高，你不是在亏钱，没有用啊，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做的就是 control 你的 cost 本，来让你的生产开销。Alright，第二十三题，哎，just 呃 j u s t s n 什么答案？OK，OK，Before、okay, okay, that，来重新做回来先，啊，重新做回来，我们再讨论。你现在一分钟了，随时就断掉了。